第二节两队啊进攻都比较有斩获的情况下，在防守端的变化上面倒是刚好对，因为有用的话就继续用了。Boy， 打回给阿锦，往里面切。郑杰脚步变换，挑篮右手拿到两分。这个球风比较像梦想家的球风了。看一下最后一波，这球要怎么走？陈正杰，打满三分，球是进算应该没有问题。自己也挥挥手啊，鼓噪一下现场球迷。梦想家靠着陈正杰的打满三分球，把比数咬了上来。看一下底线这个战术，开给陈立焕、李俊吉，把人给带开，空切进来。陈正杰要到犯规，这球 A1 进算，好球！哇，屋顶要掀开了。全部人都跳起来了，一楼跟二楼的。这几次进攻，快攻，转战区了，快点！在前面二打一，陈立焕掉给陈正杰，篮底下摆进去了，哇，差一点点放枪，最后球还是进了。陈正杰在延长赛个人有五分进账，由陈冠权发球，这边还没有人要出来接球。五秒钟 ，Tober 给到老吴，最后的五秒钟。卢俊祥直接出手打板，结束了。最后篮板球落下。